怪一不小心和你产生交集，才还是光编剧编了好多剧情，心里的天平慢慢偏移，从看不惯你到变清晰，想在你世界里刻下我的印记，要用多少力气爱才能被允许，我们的手分开的间隙要多久才能变亲密，你看见灭的流星来自最遥远基地，找寻了几个世纪却如此坚定不移，以星星的名义许下了决心，你是最美的秘密，变成身边的流星，守护你所有真心，不怕路途的远近，我会降落你心底，曾经有你一起交换回忆，变成不变的约定。别说半壁江山，就是整个江山都是你的，你能带走吗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儿子怎么没来啊？他就在外面，挺好的。哎，我这个失败的父亲啊，看来让他失望了。哎呀，这个环境了，我是希望你多给他一些时间。啊，我拜托你个事儿吧。说。佳怡和可爱这俩孩子啊，他们是真心的，我希望他们在一起。夏雨晴呢，就是我的儿子，这你就放心吧。二十年前的那场意外呢，不能再让它再发酵了。那不是意外。宋总，按照您的计划，已经顺利完成。我们在绑架那个小女孩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个小男孩在呼救，我们怕被暴露，所以把那个男孩就一块绑了。愚蠢！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宋总，那个小男孩怎么办？把那男孩给别人送回去。好的，宋总。当年绑架可爱是我干的。是你绑架的我女儿，我当时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佳怡这孩子看见了就要去救人，这不是我意外，是我毁了咱们两个家。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这两个孩子幸好没事，要万一出意外，你傻傻的这二十年，晚上做梦我就会听到儿子在向我呼救，每天都睡不着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每天我睡得好着呢。时间到了啊！是，我等着你出狱的那一天。
怎么样？马叔叔，他说什么了？我这一路走来啊，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恨他。其实呢，是我先忘了当年同甘共苦的那份情谊。 如果当时我顾及一下他的心情和利益的话，不是一气之下把他投进监狱，他也不至于会铤而走险。那今天就不一样了啊！今天是两家人为你们俩人呢，欢欢喜喜的操办婚事。当年的事情啊。 现在想起来也不应该全怪他。爸，您说的当年的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他当年绑架了你。什么？爸，这不可能吧？什么不可能啊？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 夏雨荨这样把什么都憋在心里，肯定不行。要是长时间这样下去，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。发泄完了。 知道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小时候都觉得我爸抛弃了我跟我妈。后来我跟我妈去了泰国以后，全都过得很辛苦。我妈后来得了抑郁症，但是她在临终前还一直跟我说，让我千万不要记恨我爸爸。我接手这家以后。 就越来越能理解我爸了，也明白为什么我妈让我不要恨他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看到病床上的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根本就恨不起来，因为他是我爸爸。宋叔叔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父母，即便。 他们做错了，你真的不恨他吗？我不恨他。
他也只是一个可怜的父亲。你想，他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，失去了他疼爱的儿子，20多年都没有跟他见面，而且他已经为他做错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了。雨欣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是你的父亲，所以我不会恨他的。而且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呀，不要再逃避了，嗯？是爱，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说呢，既然都知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，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面对。明天我陪你一起去，好吗？我希望等我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天，真正把仇恨愤怒留在身后。等我站在你面前，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让你原谅的好父亲。时间到了。是。我等你回家。我等你回家。
怎么样？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吃饭吧。袁斌，我很感谢上次的事情，你对我的帮助，钱我已经转给你了。我已经收到了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吃饭，是有些话想要当面跟你说清楚。我之前也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两个之间只能做朋友，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，当然也包括之前我们联盟所达成那些共识，你心里也知道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我很感谢你在我身边默默的付出，给我的很多帮助，但是现在我除了感谢，别的也给不了什么了。所以你这次把我约出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？其实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帮的也好，感情也好，都是我发自内心的。是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不愿意再看你继续这样下去。出于私心，我不想要失去你这个朋友，但是我更加不忍心看你继续这么痛苦。我想我今天必须要再一次更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们是不可能回到从前，也不可能重新开始的。我已经选择要继续跟夏雨行走下去了。所以这就是你最后的答案，对吗？是，这就是我最后的答案。袁斌，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跟你说这些对你来说可能很残忍，说完以后可能也会令你很痛苦，但是我觉得再继续这样拖下去的话，只会让你日后的日子里有更多的烦恼。我不可以这么自私，对不起袁斌。我希望今天吃完这顿饭，不管你曾经是怎么想的，都让它过去吧。对不起。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可爱，我最后还是输了吗？哇塞，你又发微博，你真不怕死啊？都跟你说了嘛，这是小号，马总和夏总这个 CP 我现在是站定了，你们站不站？其实吧，我也觉得夏哥跟咱们马总挺合适的。觉得夏哥更 man 是不是？
虽然韩总也挺好的，但就是差那么一点感觉。什么呀？那简直差多了。整个酒店似乎都在庆祝他们两个人在一起。韩云斌，他们你又算什么呢？现在谁还在意你的存在啊？韩云斌啊，韩云斌，你怎么会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啊？喂，可爱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有啊。我要回泰国了。回泰国？是，所以我想走之前见你一面，可以吗？那好啊，那我安排一下时间，位置你一会儿发给我。好的，那我们不见不散。嗯，好。怎么决定的这么突然？其实没什么突然的，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。当初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帮你，现在看来呢，已经不需要了。好吧，既然是你做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不过呢，我也真的替我们这样感到可惜，失去了你这么好的一位人才。你的专业能力我还是很肯定的。其实没什么可惜的，毕竟对于我来说，我在这儿为了我自己，为了你，为了这样也真正的努力过，不是吗？袁斌，其实我一直劝你一句对不起，我觉得我没有处理好我跟你这段感情，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我对你的态度都有些太糟糕了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对不起。艾克，有你这句对不起就够了，毕竟我只想做个好人。可是我又不是警察。好了，不要演戏了，咱们喝酒吧。今后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可爱的酒量还是那么好啊。嗯。要去哪儿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你在我酒里下东西了？你干什么呀？跟你一起回泰国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一起回泰国。韩云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可爱，可爱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你说话呀！哎，吴真真，钥匙给我。哎，去哪儿啊？
乱动啊！我们很快就要回泰国了，等回到泰国，我们一起回到曾经，我们还要跟以前一样相爱，好不好？你做梦！我们绝对不可能相信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什么我呀？我问你话呢。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明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可爱，可爱，对不起啊，我之前太冲动了，我完全没顾及你的感受，我不该这样。彬彬，这位小姐是你的朋友吗？他，哎，马可爱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赶紧给我正常点啊！你在这演韩剧呢，还演失忆啊？啊？彬彬，他到底是谁？怎么这么凶啊？不是可爱，你不认识他了吗？那你认识我吗？马可爱，马可爱，哎，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我啊！我是陆真真，是你最好的闺蜜啊！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？啊！你干嘛呀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肯定出问题了！哎，我这样碰你，你不头疼吗？啊？不是。真没事啊，你不头疼？就是有些头晕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再次拥抱你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终于可以再次拥抱你了，没事就好。
医生，医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记得他不记得我了？大姐，你别着急。马小姐，我之前替她检查过了，身体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脑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至于现在这个状况呢，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车祸导致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而造成了连续性的失忆症。 也就是说，患者会忘记之前的某一年或某一件事发生的经历，又或者只会记得和某一个人之间的事儿。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！我想休息了，陆然之，你先回去吧。 先生，尽量让患者多休息，千万别受什么刺激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叫我。好的，医生。陆小姐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 小心，要是你醒来发现你爱的人不记得你了，该怎么办？孩儿到了，咱们该走了。我们今天非走不可吗？你不是说你的记忆都想不起来了吗？咱们把最美好的记忆都留在泰国了，这次去泰国就是希望你能够有机会回想起你那些记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很舍不得这个地方。 夏哥，你可把我们吓死了！慢点，可爱在哪儿？我问你们话呢，可爱在哪儿？这……醒了！哎，这样，星星，赶快去叫医生。好，来。 你先躺下，得确保身体没问题才行。没事，可爱在哪儿？这，赶紧躺下，做完检查再说。哎，他已经走了。
哦，非常感谢，真的非常感谢你能送海娜回来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还是没有可爱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哦，我会继续帮你打听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非常感谢，走吧，来，慢点。小心和你产生交集，才还是编剧编了好多剧情，心里的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几乎走遍了整个太空，却依旧找不到你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我们的缘分未尽，一定会再见。可爱，你等我。本大小姐已经到达曼谷了，怎么不叫你来接我啊？这么快就到了？行，你等着，我去接你。行了行了，别来接我了，这样请我吃个饭当做补偿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说，就带我来这儿啊？这儿多好啊，这儿。哎，我说你这能不能把眼睛去了？你这样很引人瞩目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至于我的那些粉丝啊，早就去追我经纪人的车了。行啊，你现在有点脑子啊？那当然了，人得进步啊。再说了，这人红是非多，你以为我像你啊，一个平凡人，一个人吃饱全家都幸福？是啊。哎，这丫最近怎么样？一切还好吗？有马叔叔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对了，我呢还去看了你的养父，他现在恢复的可好了，都能跟大妈一起跳广场舞了。是吗？嗯，那就好。你这最近挺高调的嘛。你偷偷关注我啊？还用偷偷关注啊？你陆大小姐走到哪那都是新闻，想不关注都难。你以为我这么高调是为了什么啊？我还不是因为想频繁出镜，有一天可爱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我，能够早一点记起我。你有他的消息吗？半年了，你就这样找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哎，这半年你都开那个出租啊，以你的本事在这儿干点什么不行？这半年的时间我一直认为他在我身边，却没有见过一次。只要他还在这里，我就不会放弃。真正帮我一个忙。干嘛呢？看这么入迷啊！我叫你都听不见了。来，喝点热饮点吧。等我喝。你看这个，那个陆真真说他在找我，他找我干嘛呀？陆真真。不是可爱，我不是说了很多次了吗？
不要再看这个陆真真的节目了。以前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他就抢什么，对你特别不好。听明白了吗？可是，他要是真的对我那么不好，他干嘛要找我呀？而且我看他性格还挺活泼开朗的，太像个魔化的人了。那你相信我吗？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一会儿的时候我带你去超市买点什么东西。牛奶吧。哎呀，注意休息，别老看电脑了啊！没收了啊！走了。我不想喝牛奶。空气诉说。